你疯了，疯了，小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啊，那是不是疯了啊？我都不敢起来，我起来往这一站，那个小黑跟疯了，跑来跑去的。啊，保持的还不错，今天的卫生保持的还可以啊。这几个狗啊，这最近一直把那个笼子给他们打开呀，没有乱拉乱尿的现象啊。我要仔细的检查检查，看一看啊，那儿不知道是啥，看着像口水一样啊，但是应该不是尿啊。就是这样啊，好了好了，小哎，这小黑这最近两天有点反常啊，怼着这个谁，怼着这个谁在外头了？外头有人，要看看这小黑，我发现最近怼着这个笨笨怼开呀、啊，哎呀，我天哪，上当了上当了，面包都是你，哎呀，啊。你咋弄的呢？你叫他叫呀，瞬间对木鱼了，真是的。咋弄的？吃饭了吗？也去追那几条狗了。你追着他去逛逛去吧，去吧。这个狗又长大一些。给你点打点狗粮吧。我这里有一点前几天这个粉丝倒的这个狗粮啊，这个狗粮还挺不错的，喂这个面包一点啊，让它吃点啊，因为昨天我喂我家的狗这几只啊，他们吃的都很开心啊，所以的话这个狗粮应该是确实不错的啊，黑色的啊，给它喂一点啊，让它尝一下，看它吃得来吃不来吧，这个东西。大家看一下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你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给他倒一点。昨天我的咋没见你呢？昨天没有看到这只狗啊，看它这个狗粮吃的怎么样啊？吃呀。这家伙可能很久没有吃过狗粮了，应该是挺久的。我记得他小时候我给他拿过，不知道他吃了多久。可怜的小家伙啊，你得这猫得坐着，哎，咋咋呼呼的，对不对？吃吧，吃慢点。吃吧，我把这个放起来。哎，我看到这个谁啊，小黑回来了，但是他怎么了，一直在咳嗽啊，没事吧？咳嗽啥咳嗽，谁给你下个毒药，你给他吃了心求火。我给他弄点水啊，给你弄点水喝啊，小黑。咋弄的？最近你的行为一致都比较反常啊！我发现，早上出来都看见你怼那笨笨了，你现在你是看不习惯笨笨还是咋着的？给你兑点水喝，过来吧，别给外头乱吃东西啊！给你交代一声，虽然不知道你能听懂几分，对不对？吃吧，喝吧，我一天给他们放这儿一盆水啊，估计是不够了啊，估计要加大盆子了，就是这样。刚才不知道这家伙在外面干嘛了，回来就咔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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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咋回事呢？我说咋回事呢？这是小黑，这两天你表现确实和以前有点不太一样啊，
你是不是对笨笨有意见啊？我这早上刚才我看见您，对吧？我也说不上来的感觉，成熟了，成熟了，长大了啊，哎，成熟了，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啊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操，对开！要看看啊，要看这句儿，好像编的不是那么哈了哈，这句儿编的有点那个音量，好像有点广了，是不是啊？音量是不是有点广了？有点广袤了，有主见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有主见了，小黑啊，可以呀啊，现在编的，这眼神儿又广了，又亮光了，我发现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看一下他们这里面哦，他妈的，这个肯定又是小花拉的，又是小花拉在这里的，那个狗真的是，真的是醉了，这明明给他们开着的，他还不往那里面去接受，非得拉在这里，还得我给他搞，真的是小花拉的，因为这个粗细程度的话，只剩下。排除这个小黑，只剩下笨笨和那个谁了，笨笨和那个小花了，对吧？笨笨大概率不会这样的，对吧？应该是小花没错的啊。待会儿小花回来要好好的说道了啊。真的是这样，咋搞的？哎呀，又跑回来了啊！面包你吃完了？面包正快吃完了。要看看面包吃掉了吗？吃完了，大家发现没？这个狗又长大了，这我就感觉好像昨天没见它，今天再见它，感觉它又变大了一点。它现在的体型和笨笨差不多了，好像。吃的是溜光水滑呀，吃的是干干净净，一粒看到没？一粒都没浪费啊，这家伙。可以去跟它望望吧，我去换一下鞋子。穿这个鞋子不得劲儿，我鞋子换好了，这几只狗还没回来，我操！我要去找一下啊，找一下都跑哪儿去了？这不是瞎搞是不是？刚才我收到外，听到外面有什么收什么的，收什么洗衣机啥的，还好不是收狗的，吓得我一激灵啊！我说，赶快出来看一下跑哪儿去了，看一下这里没有，大伯见俺家的狗了没？好，那我去找找啊。我问一下那个大伯，他说没见，没看到。没看到的情况下，这个面包他们是几个狗是一起的？一起看一下。面包家他都四个狗是一起的，应该是四条狗一起的，能跑哪儿去了呢？在后面也没看到。后面也没看到，奇怪了，这我一眼望去啊，没有一只狗啊，他们四个狗是跑在一起的，那个面包和他们一起。咦，我看见了，呀，这笨笨，呀，过来，一二三，还有小伙儿的，小伙儿咋不见了呀？笨笨，过来，笨笨。真是的，他从那个东边啊，从那里跑过来。他从那里跑过来的情况下，那个他仨一起，还有一只狗呢，还有一只小花呢。小花跑哪儿去了？笨笨，过来，来过来，不要乱跑了，好吧？小花呢？小黑，来过来，以后叫小黑了啊，小黑有主见了啊。小黑学聪明了，是不是？看小黑一击当关，对不对？想奔回家，门关住了，奔不回去。撵撵，现在撵撵撵，是不是个狗都想咬一咬这个笨笨啊？我发现现在是个狗都想咬一咬它，是吧？小黑，来过来。小黑这狗，你看，真有灵性，是不是？真聪明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当老大以后你是老大，以后咱家老大就是谁的？就是小黑了，好不好？给你改个名吧，叫黑旋风。错了，又跑去了。来，面包过来。好嘞，好，吃饭走，吃饭走。
我的一说吃饭，看他们跑的，一会儿绝对跑过来啊！大家请看了一会儿，对吧？五四三二一，砰，对吧？出现，对不对？就不用讲的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心有灵犀啊！我把门打开啊！嗯，那小花跑哪儿去了？嗯，嗯，叫啥叫？嗯，小花跑哪儿去了？你不要再出去了，笨笨。啊，你看那叫这溜冬嘞，树叶没有了，净糟点子垃圾，对不对？那谁接手接到那儿了？啊，笨笨，那谁接手接到那儿了？这小花跑哪儿去了？这心里有点没底呀、啊。嗯。嗯，小伙儿的，小伙儿的，笨笨，啊，这也跑够了，你别跑老远了啊，一块找找小伙儿，笨笨，小伙儿的，啊，小伙儿跑哪儿去了？那狗不是经常逮我跑回家，不是逮我就是逮了。今儿在看都没看见，咋回事？真奇怪了，今儿这回。今天太奇怪了啊！这么久了，我没有看到小花一眼。他以前都很知事的啊，都不会跑很远的，都会跑回来的，报个到的意思是没事啊。今天怎么搞的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奇怪了。按理说没事儿啊，那个狗不会出啥事儿的吧？小伙儿，回来。嗯，我在哪儿看到这货了啊？你去哪儿去了呀？啊？咋弄着的你？真是的，走，笨笨，走，吃饭了。吃饭，小黑也回去了。这笨笨看到谁了？那边有一只母狗哎。笨笨看到一只母，来吃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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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笨笨，我操，见色忘友，那家伙在那儿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笨笨，来过来，我操，妈的，气死我了，算了，不管笨笨了，见色忘友的家伙，吃饭啊，先吃饭啊，再搞卫生好啊，今天，哎呀。好东西要分享的呗，好嘞，来吃饭，好吃吧，小伙儿咋不吃啊？小伙儿，啊，等笨笨嘞，啊，给外头失恋了是咋着嘞？啊，我搁家等你恁长时候啊，今儿跑出去镇上的时候都不回家报个平安，是不是啊？还得叫我找你，真是的。你乱介绍的问题，我今儿就不说你了，对吧？知道你自己今儿犯了错就行，知道啊？真是的，吃饭吧，准备。来，小花，过来。哎，来吃吧，吃吧。茶不思饭不想，这是咋回事啊？闹失恋嘞？闹啥嘞？吃！你说我压住你的头还不吃？你不吃小黑吃了啊？咱家以后小黑是老大了，知道吧？哎呀，小黑，哎呀，但是之前说笨笨能屈能伸，我现在发现啊，小黑才是真正的能屈能伸，对不对？那小黑是管你三七二十一，先叫肚子填饱了再说，是不是？管你咋看我的，是不是？不在乎世人的眼光，对不对？不在乎大家怎么评价他，对不对？先要自己的肚子挣饱了，对吧？挣饱了才能够，对不对？活的时间久点，对吧？活的时间久才能够，对吧？熬出头，对不对？小黑肯定是这么思想啊，有点像那个三国时期的司马懿，对不对？哎，用司马懿来形容小黑，是不是有点？哎呀，小黑你担得起担不起啊？嗯嗯，小伙儿有点像诸葛亮啊，有点自命清高了啊，你有点清高了，小伙儿饭都不吃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不吃饭了啊？那笨笨。想谁啊？笨笨就是那周瑜，知道了吧？周瑜对吧？出去寻找他的爱情去了，对吧？现在都不回家了，是不是？啊？嗯嗯，你还不吃嘞？我还想学你两句嘞，你还不吃，真是的，吃吧。
哎呀，我搁这儿你是吃不了是咋着？我远离你点儿，你能吃不能？看人家小黑，你也对开。这货是不是在外头啊？跟母狗表白，母狗拒绝他了啊？所以有点心灰意冷，是不是啊？真是的。这小花有点一反常态啊！昨天喂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吃的还是很开心的啊，很高兴的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像心事重重的这种感觉啊。小花给我，哎呀，就很奇怪了，他跟那个小黑和那个笨笨是兵分两路的啊，他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啊，不知道他去哪玩去了啊，我怀疑他大概率是失恋了这样的。吃吧吃吧吃吧，小黑多吃点啊。做人呢，还是要学小黑，对不对？要懂得谦卑，对不对？懂得身处地下，对不对？才有反弹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吃我跟你说，小伙儿，等会儿笨笨回来，一口你都吃不住，我跟你说，你还不信？你别不信，我跟你说，说啥还不信？都是为你好，知道了吧？看你那样，感觉小黑得开。谁回来了？这不要脸的回来了。那嘞，小曲儿信封找着了没？啊，还找喝水的回来，比我想喝水是不是？这小伙儿这笨笨回来，你能高兴干啥嘞？看笨笨回来，这小伙儿赶紧过来问问笨笨，干啥嘞？恁俩是？他喝水，你也喝水是不是？准备一展雌雄嘞，准备等会儿，准备等会儿干仗嘞，是咋着嘞？咋想嘞是？这小伙儿这狗是真是，哎，琢磨不透啊，始终琢磨不透这狗是啥想法儿。这仨狗又开始演戏了啊，又开始演戏了，也不知道演啥嘞，演恁舅，真是眼不见心不烦，这一窝狗粮给他放到这儿，来，小黑吃这儿吧。然后他们现在都回来了啊，都在吃饭啊，除了小花有点，对吧，心事重重啊，然后就不管他了，然后把家里面的卫生给打扫一下啊，把卫生打扫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把那个小贝接下来玩一下啊，也挺久了，对吧？让他下来也 happy happy 嘛，对吧？看他恢复了怎么样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我就过来了啊，看到这谁啊？你搁俺家门口窝着干啥嘞？你这货！你想进来进来，你不想进来了回恁家去是不是？那俺家这叫哥不能天天陪着你玩呢，是不是？天天陪你玩，那不是变成野孩子了，是不是？我倒是想给你放到俺家，你又不进来，哎呀，看说的你可进来了，我关门嘞，你这半进说进不进，说不进进又想进来，这干啥嘞？我门关住了啊，关门了啊。给你考虑的机会啊，要不要进来？还给你留个神位啊，进不进？进我家门关住了，好，好，那你自己选择的啊，不能怪我。那你就该远点给他叫个玩玩嘛。